閃亮登場，全新 Chevrolet Cruze。歐洲記者評為2010年最佳汽車，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車，又是世界巡迴錦標賽英國、意大利、德國和巴西各站的冠軍。世界驗證了這部輕型汽車的不平凡故事。全新 Chev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慳油，十個標準安全氣袋，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務，超越一般駕駛 Cruze。嚟到市場回顧嘅環節，首先同大家回顧一下今日公布一啲重要嘅經濟數據啦。咁美國勞工部今日公布咗啦，上星期嘅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咁增加咗10,000人，至到424,000人噶，咁屬於好過市場預期。而市場原先估計咧，數字係會下跌至到400,000人噶。不過四星期嘅移動平均數字咧，就跌至438,500人。歐臣點睇呢個數據咧？呢個數據梗係都係差啦，連續第7個禮拜啊，這個初領救濟金數據超過400,000以上。上個禮拜原本宣布是409,000嘅，點知佢係 revise 翻咗佢414,000嘅咁樣，咁然後今個日都唔係話好得去邊度，所以咧我哋都要慢慢睇，即係美國嘅如果嘅就業情形要復甦要有改善咧，我諗要需要更長時間先可以復甦到啦。咁其實都係一個數據啦，好簡單就講咗一句，就係美國而家經濟啦真係唔係咁樣好啦。咁仲有一個數據咧更加重要啦，就係咧美國第一季度嘅 GDP， 咁佢今日咧公布咗第二次修正的數字亦都係中值啦，咁持平喺咧1.8%，咁市場原本預期咧會有2%嘅增長噶，咁所以數字咧係屬於差過預期。而美國第一季度嘅經濟增長緩慢咧，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汽油嘅價格高企啦，以及咧預期疲弱嘅呢個消費者嘅支出。咁講到第二季度咧，市場都唔預期唔會有太大驚喜啦，咁預計咧只會有輕微嘅增長啫，一般預期咧會有2.5%嘅增長，全年就有大約3%嘅增長噶。我首先同大家講下咩叫 GDP 啊，個 GDP 係點計出嚟嘅？我哋嘅 formula 就點咧？叫 consumption， 即係個消費者嘅使幾多錢啦，即係我再加 investment 投資啊，啲公司企業投資幾多，加埋政府嘅 government 啦 ，government 咧有使幾多錢啦，咁嚟喺個咁，然後咧請幾多人啦，咁然後再加個出口同入口啦，然後首先你將個出口咧減翻個入口咧，即係將我哋叫 GDP 計法叫 C 加 I 加 G 加 X 減 M 就得啦。首先講第一個叫 consumption 啊，消費者嚇，原本咧就之前咧嘅初步嘅數據咧就諗住個consumer 嗰個 spending 係增長2.7% 嘅，點知出到嚟個數據咧就跌翻落2.2% 咧，已經縮咗咯。同舊年第四季嗰陣時增長4%咧，你可以睇得到咧 consumer 使錢係少咗好多噶啦。嗱，睇第二個就係 investment 啦，投資嗰方面 investment 嗰度好咗嚇，就增啲公司繼續抌錢喺個基建嗰方面咧，同埋變咗咧嗰度提上翻咗呢個11.6% 嚇，可唔可以翻翻之前嗰個圖啊？唔該，咁咧起咗11.6% 嚇，咁然後咧你睇下政府嗰度government 嗰個部門啦，因為政府現在美國政府即係聯邦啊、州政府啊同埋地區政府咧嘅市政局咧都削減開支啦，變咗 government spending 嗰度減咗5.1% 啦，已經又縮緊咯。咁然後你出口同入口啦，出口咧就 export 咗增加咗9.2%，唔錯喎。但你入口亦都增加9.5%，因為點解啊？因為原油價格上升咗啊嘛，你美國 import 咁多油落嚟，變咗個 export import export 都有個負嘅數據啦，變咗拖低嘅 GDP 數據啦，所以變咗咧就喺第一季個 number 咧係1.8%，比舊年第四季嗰陣時3.1% 咧係差咗好多啦。咁你話向前望係點樣啊？而家好多專家咧個個睇個今年嘅第二季嘅數國民生產數據。最多係2.5%，全年嚟計咧就唔會點高過3%噶。咁咧嗱，我想翻啱啱嗰個1.8% 數據啊，呢個數據如果係1.8都點話都係正增長啊。但有一樣我冇講就咩咧？個 PCE 啊個通貨膨脹數據起咗1.4% 啊！如果你將1.8減咗個通貨膨脹咧，實增長咧淨增長得0.4%，等於害相當之微嘅。你諗下，美國政府抌咗6,000億啊，係咪喺個量化嗰度？所得嘅效果係點啊？得0.4% net GDP growth 都幾失望。咁始終都係一刻個總結就係咧，美國經濟數據咧就係唔係咁好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喺個廣告翻嚟有其他咧業績報告同大家分享一下。